Okay, welcome to Exposure 2.0. So hi everybody. This is my hot local series. So we will interview artists that take part in our Exposure 2.0. Today a bit different. We will have overseas friend Kevin our here friend is from Taiwan. As he collaborate with our Jay to come up with this brand Twentycents. So today they are here to tell us about their brand and also their character. And our conversation will be in Mandarin. So Jay and Kevin, 来麻烦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Kevin 介绍先呢，给年轻人先讲话，年轻人先发挥来。我是 Kevin， 然后我是台湾人，然后我是来自台湾的台南。 对，那我是现在是自己是一间设计公司的老板，那主要就是 K9 Design，对，那是 IG 跟 FB 都是 K9 Design，那我们主要都是以品牌跟包装为主要的，就是服务项目，对，那就是刚好我跟 Jay 就是林杰老师就是。 都很喜欢玩具，那我们也就是有刚好在疫情这个时间点，我们就是一起去想说，在这样的疫情什么都不能做的情况下，就是想说来玩一些可能跟我们兴趣相关的东西，那我们就想说，那不然我们来玩就是玩具的开发，那我们就从整个玩具这样子开始做设计，这边等一下会再一起讲，对 ，OK OK。 那我呢？我是 Jay， 开怎么讲？开设计公司已经10多年了，这样就很多人应该是比较知道我们 studio 啦，叫 Tsubaki， 也比较多的朋友会知道我都是从平面品牌，还有做到那个叫什么东西，设计杂志，这几个东西都是比较多人会记得啦。 不管是 Malaysia 人，或者是台湾、香港、澳门、中国，他们都知道都是杂志啦。因为这一个状况之下，我一直都有一个梦想，想要去怎么讲，要去做玩具的。不是说因为自己收集玩具多，因为10多年前的时候，我自己也有做过自己的角色设计的，只是很遗憾，10多年前没有钱，然后想要做也很难。 然后后续是因为，其实Kevin他是我们 Tsubaki 的其中一个实习生，然后实习生的前身呢，因为我在台南有教书，所以他算是我硕班的学生，但我只是教他一个 subject 罢了。然后，我们也相隔了大概有2年多没有见面，但是我们一直都有联络的，就是可能在 Facebook 交对方一下这样，直到。 2018年的时候年底，很高兴是另外一个同学，他就有拉到我们出来喝酒，然后我就跟 Kevin 就这样子拉回了，然后等直到2019他就来 Tsubaki， 就特别从台湾过来我那边实习一个月咯，然后分几次啦，也有来上班啊那种东西他都有，因为我一直都有叫他来帮我做一些事情，是直到。 2019年的5月后，Kevin就回去那边开自己公司了。然后那当然，我们其实他的公司 K9 跟 Tsubaki 我们的关系是蛮密切的，就是我们大家都会称呼对方为伙伴，因为我们都是一起进行有时候进行一些 project 啊，有时候这里来的 project K9 要来 support 的，但 K9 有的 project Tsubaki 会 support 的，所以我们两边可以说是自己人呐。 只不过在台湾的话，叫老板他是老板，我不是老板，这样子比较好。在吉隆坡呢，我是老板，他不是老板。但是我们的那个称呼跟我们的做法呢，是双方都会一起去支援对方的。OK， 这样子吧。OK， 那当然，Kevin 在这 1年 多也做到不错。然后，只是有一个东西我们一直都有讲，就是说这段时间有找到一个点，说可不可以。 我们想要做一些东西，不要只是往品牌跟包装为止，因为坦白讲，我们做很多包装哦，我们做到一个地步会想要呕的，你知道吗？就很给力啊！所以我就讲，可不可以跟 Kevin 讲，找一些东西我们来做。当然，我们有提出很多事情呢，是刚好有一次
Kevin 就突然间来问我说，哎，老师你要不要做玩具，他说其实他有 resources 了的，有人后面 support 他，就说不是钱的问题，钱那边是只要你肯出那笔钱呢你就做到的，因为我们担心的不是说出那个钱的问题，是很怕你遇到自己去找那些 supplier 啊，去找那一些啊帮你做后路人，对对，那些可能乱乱帮你做是骗了你的钱不跟你做啊，还是很多问题吧。对，嗯， Kevin 本身之前就已经有跟那个师傅了的，像这个我们就没有特别去介绍一下啦，就是那个可能 Kevin 后面可以大概讲一下，就是他有一个老师后面有当我们的一个玩具的 consultant， 然后他就有去帮我们在中国那边就是有帮忙铺到后路，所以当我们玩具出来的时候那段时间呢，其实都很多业界的朋友都会问你，本身你们两个本身都不是玩具设计师，把这么你们又有那个鲁邦哦，有鲁邦可以哎，又可以出了玩具可以做到这种，对啊，我就讲这个也是要多得 Kevin 那边的支持啦，因为我们双方都放很多力在于宣传还有做玩具的步骤，Kevin 下最多力都是在后面去跟那一些 process 比较多，跟他们接洽，对，就是他去接洽，然后他去 QC 东西好不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会今年迟了一点也是因为 COVID 的问题，所以 Kevin 就一直有 QC 看到不对路了又叫中国那边又换然后又改又弄这样盒子的那些结构他跑很多了，但反而 Malaysia team 因为我们这里强在语言跟那一些 communication part， 所以我就跟 Kevin 我们就有去形成了一个小的 response team，等这个 team 是可以 in and out 的，也就是说有 intern 进来的话，你只要跟着我们的 template 走，我们的东西就 consistent 的了，就这样子走。所以变了，我们双方拿到东西是一样，但是我们的工作那一方面是很不同的。我们会依靠自己的团队里面能做跟不能做的东西，然后就大家分配工作这样。OK， OK。这样想问一下，为什么你们两边合作的那个玩具的品牌叫做 Twentycents， 两毛钱？哦，因为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讲英语会就讲英语的那个词语那边，有时候你去回人家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前面是讲了你一些想法，过后你就讲 This is just my 5 cents。这个是那个 concept， 所以我就跟他讲，我们两个人其实是很难。去制造出一个品牌或者是塑造出一个形象，是背诵我们的名字 的那个开头，比方说是 J&K 啊，还是 K&J 还是什么之类，我觉得这种很老土，然后我就讲不如用那个 just my 5 cents， 用那个 cents 来形容一人一半，也就是说我这个一毛钱跟你一毛钱的那个付出其实是很大的，所以我就想到可能不如我们叫我们自己为 Twentycents， 因为你知道有一个那个 rapper 是叫 50 cents 吗？对，所以我们就是 Twentycents， 就你就看到他一毛我一毛哦，因为我们做玩具的时候哦，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东西都是跟钱有关的，就我们跟人讲哎，这个东西不要做太贵，哎，这个东西你要看着来做，所以因为我跟 Kevin 比较直接的东西就是我们不爽我们就讲了，因为我是跟他讲，我不要去一直用那种心态，是说因为我是老师，你就对我好像很怕很怕，这样就不敢去讲太多。我反而是讲你要大胆去讲，我敢大胆讲你，你要大胆讲我。总之不是人身攻击，有建设性的东西都 OK 的。说回去，我就觉得我们其实一过的，不是跟年纪是无关，因为我其实大 Kevin 是十多岁的，我大他10多岁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不是年龄的问题。是双方如果达成一个协议是能够有一个公司能够做到好东西呢，年龄就不是问题了，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管我有多老多年轻都好，我是实现他是实现，所以就有这个 Twentycents 的概念了。 OK so 这个 Twentycents 就第一个那个 character 就是叫做 Sneaky 吧。 Sneaky 啊，对，Sneaky 是好像偷偷摸摸的，有一点哦，有一点哦。其实那时候我们开头做这个玩具的时候，我跟 Kevin 都花了很多时间，出很多不同的角色设计的，就一直过不到自己那一关，因为我都过不到我那关，何况他过到他那一关。所以我们都是比较喜欢我做头，你做尾，或者是我做身体你做头，所以我们就会可能是在纸那边画是 Illustrator 画的东西，然后我就丢给他，他那边也帮我去改装，所以我们是没有带着
没有带到那种他 feeling 的。我给他，他改了，我不会跟他讲，喂，伟成啊，怎么你这东西改掉我设计的？喂，我不喜欢，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我们的不喜欢一定要有一个很 strong 的一个 rationale 去 support 为什么不喜欢，我们才是会决定，而不会因为他改。因为你要明白一个东西，我们跟其他玩具设计师不同的东西是，他们真的是主力在那边做玩具，所以他们可以想到很想象很 fantasy 的那种 character fantasy story。我跟伟成我们一直做包装哦，我们是以消费者心态去做玩具的。也就是说这个玩具本身很像我们做 packaging 一样，有没有想到它的结构，然后关的时候可不可以，然后压的时候 会扁。我们是用graphic design 跟那个packaging 的原理去做玩具的。这个是我跟他的那个想法。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会先用很原始的一些问题去问双方，你觉得这个东西有没有 meet 到我们的 requirement。 等结果 Kevin 讲 OK， 我也 OK， 等我们就出咯。至于故事那边呢，因为我自己本身是觉得还是要给年轻人多一点就是想象空间嘛。那个 idea 那边就给 Kevin 跟你解释会比较好。Okay. 等一下。好。来 Kevin 解释一下那个 idea 跟。这个 sneaky 这个字是怎么跑出来的，这个 sneaky。从来名字是我想的，其实名字是我想的。对，应该是这样。没有，为什么会叫 Sneaky 呢？这样其实我们都想了很多名字，都那种怪怪，可能之前是叫什么歹哥啊，然后那种很无聊的大歹哥，然后什么毛虫很奇怪的。我是刚好那时候我吃饭，因为我有说 Hot Toys 嘛，刚好我面前有一只 Hot Toy 叫 Sneaky， 就是那 Iron Man 3里面的有一个，我不知道是 Mark 多少的、okay. 那一只是叫 Sneaky 啊，然后我就突然间想到 Sneaky 也不错，有点那种好像。偷偷摸摸这样，然后我就说：“ okay, 哎，所以灵感是 Hot Toy 那边过来的啦 ，Iron Man。”对对对对，叫 Sneaky。然后现在我们其实有三个 character 的，这个第一个叫 Sneaky， 第二个叫 Wolfy，、okay. 因为他很像 Wolf， 是 Wolf 这样。Okay, 然后第三个叫 Slowly 就是他很慢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去找形状或者是一些形容词 on 他的可能他动作，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不同 character。OK 。目前那两个我们还没有打算要做开发。现在目前是 CP 先啦、因为第一疫情的关系，我们出了这一套过后，我们也不想再花太多钱去做，所以那个要以后我们打算要去推 ，OK， 这样子咯。所以要接下去给 Kevin 去解释一下了 ，OK， 来，就是一开始老师他画的角色是比较复杂的，然后是我们其实有考虑过刚刚讲到的，就是会不会非常的复杂难制作。然后会导致成本，或者是说，让成本提高，变成大家都没有办法去玩这个玩具。那我们就是尽可能把它给变得更简单化一点，就是好，我简单介绍一下，可以，就是我们把它的角色变得比较简单，然后很好制作的一个方式，对。那可以放就是可以放再近一点吗？放靠近那个镜头。哦，OK。那那帽子还可以换来换去。对，OK。对，那因为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我们把它简化之后，然后我们就是去做比较细节上面的调整，就是像眼睛啊，或者是它旁边的这个小斑点。对，我们都会去做一些细微的，就是 graphic 的部分。对，那为什么叫就是它其实看起来就是很偷偷摸摸的感觉。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说，它其实长得像一只外星的生物，所以我们就是把它来到台湾，因为来到地球这个星球，那它这个帽子就是人类给它的一个礼物，这样的一个概念。对，那他觉得说地球人都是蛮和善，然后蛮有趣的，所以他就是继续留在这里，就是找一些不错的，就是去四处游玩这样的概念。对，那所以说就是未来也会想说，给他一些不一样的配件，就是可能跟每一个地区有相关的一些配件，去让他有不一样的发挥，这样子。对，可之前有想过要做 skateboard 的，嗯
做一个 skateboard， 然后它就可以放上面。因为我们也是有考虑到那个成本可能会很高，所以我们不排除不会出，可能要再迟一点，要看时间了。然后后续我们就是Kevin 想了这 idea 过后，我们就要进行 production 的时候 ，Kevin 就讲说，不如我们用回同一个版，但是我们出不同的版本，所以他就提议了，做了一个马来西亚版跟一个台湾版。马来西亚版是灰白的，然后台湾版是浅白的，就这个， okay, 然后另外一个是红色的， okay, 红色是台湾版。台湾版，谢谢。对，所以这一个限量版个别是50字吧，我们不多的， okay, 我们多的是刚才那个灰色，那个是一般的，那个原版的咯。对，那个是原。Okay. 然后很奇怪，在外国我们这一个本地也是卖了蛮不错啦，台湾还是卖了蛮不错，只是红色跟这个灰白色是很好卖，不懂做就比较多，外国人来买都是买这两个颜色先的，我们那边出货给乖楼，乖楼会比较喜欢这两个颜色。连本地的，因为他们有考量到可能 budget 的问题，因为我们特别版的是要加多马币，要40块。就是说原本的是140块马币，然后那一个白的跟红的要180。台币是多少？伟成？台币是900多块，一般版那是原版的。对啊，现特别版就破1000台币。OK。然后有一些 collectors。有一些 collector 就一次过了，他们也不要收一个，他们就三个我们买完了，都有。其实价钱都 OK， 嘛，我觉得。对啊。价钱 OK 吗？加都50块，都才200多块马币而已啊。差不多。对吗？因为一般上，如果你是看潮流玩具的话，都是300以上、400块以上的。So basically， 你200多块都是很 reasonable 啊。对我们来讲啊，我们 as a collector 的那个视角啦，对我们的感觉是 OK 的。对。所以我们也是有提到，之前也是有提到很多，就是不敢卖太贵，可不可以找一个比较中价的？然后有去考量到 collector 的心态，因为始终我们出的那个方向会跟一般可能你们认识的一些玩具设计师会稍微不同，因为他们比较偏于人形，他们都是人形比较多。但是我跟 Kevin 的想法，我们就不想去做人形。第一是我们要省很多钱在于那一些头啊、手啊、脚，那一些就是特别的配件，因为你要分开做模，然后要剥。虽然它是可动，但上色跟它的这些分支全部是很贵，全部是 cost。对，所以我就跟 Kevin 讲，我们可不可以用平面设计的那一个 theory 我们去做？所以就变到我们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有两个东西吧，只有帽子跟那个玩具，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只，它只是盖上去。然后 Kevin 也发觉到屁股那边也是可以戴帽子。你看，标准没有人这样子来玩啊！对。所以就变到这个东西出来了过后，我就有跟 Kevin 讲，其实我本身比较仰慕的那几间graphic studio， 在外国的啦，很多他们本身都是一边做自己的品牌工作，然后私底下有出一些小玩具玩的，但是他们本身在业界里面是没有 claim 自己是 toy designer 的，他们只不过是把toy design 变成是他的 studio 的一个 passion project， 所以我跟 Kevin 的想法是这样，那当然我们不排除讲以后要去参加像动漫节啊，像玩具展，我们还是会参加，不过我们的形式会有点不同。这样不得不提 Twentycents 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其实 Twentycents 是我们两个创立的 so called 的一间叫做managing company 啦，but 里面在未来我们开发的东西不一定只是 sticky 包。因为我们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周边，我们除了有这个玩具之外，我们有做那个小的别针，那个 pin badge， 对啊 ，pin badge， 其实会有周边产品啦，你是说都有，然后我们还没有正式去推啦，也没有正式去卖，因为我们也是忙。然后第二，我们有出 T 恤，然后我们有出自己的袋子，这些东西全部已经做完了 的，只是刚好 COVID 现在又两个月不能出去，等你其实这段时间你去推没有人要买，因为每个人已经想着钱要
养活自己钱，不是拿去买东西。做我们的东西都 control， 对对对，台湾也是有这个状况，因为他们也是半封城的那种状况。我们是的，大家都讲先冷着先，不要太，因为不用这么急的。说还好，但是不排除讲以后 Twentycents 会不会再出其他产品的，这个是我跟、Kevin 我们两个人要自己再 further 再 discuss 的。所以你往后是不是你往后会不会是把 Twentycents 当作是一个 IP 来跑呢？这个要有想过，但这个要看 Kevin 他那边看怎样去想。其实我们外面已经有一些朋友有来、问我们要不要去放货的，好像在、澳门那边、有一个很好朋友，然后已经有问我们讲要不要批货给他，在珠海、深圳、广州帮我们铺都有、甚至新加坡有一个潮牌的、我朋友开的潮牌的品牌也是有找我们要不要做 crossover， 然后 去放产品给他，因为在他们的眼光，他们没有把我们看成是、我们两个人是玩具设计师，或者是我们是玩具设计的那一块，他反而把、看到就是 Twentycents 的出的这个 sneaky 品牌系列的东西呢，他看到比较像潮玩、他觉得你像、有点像那个叫做台湾不是有一个牌子叫 Stay Real 吗？他觉得我们有点像有一个产品就是阿星、那个五月天的阿星跟那个不二良、那个不二良他们 cross 他们做的一个品牌叫做 Stay Real， 他反而觉得我们像 Stay Real，我们不像 Kenny Wong、他们就是单独只出玩具、所以我跟 Kevin 讲、我们不想局限我们claim 我们自己 as 是 toy designer， 我们应该会 claim 我们自己就是那个、这个潮牌的背后的那个操控者，这个是我们两个人要做的、就说以后我可能穿一件衣服人家就懂这个是 sneaky 的 T 啊还是怎么样、我也希望比方说 Adidas 可能出鞋子要 Sneaky 来去做 crossover、这个就是潮牌的那个跨界合作，这种是我们要做的、But 不能不提，当然这个玩具也是给了很多、很有乐趣的那种怎么讲、想象力给我们呢、因为当我先坦白讲、潮牌是我们主要要做的东西，但是后面呢其实这个玩具也有帮助到我们双方去拿 project 的、就是有些人可能会看到、你这个玩具做了过后他会问你你还有什么东西你会做的，那我们就可以顺便去讲其实我们背后是做品牌的，像我最近有接到一个中国的一个 IP 的东西来做，像那个是给他们房地产的，像起初这间公司来找我们的时候呢，他是看到我 behind 有几个 project 是跟角色设计有关，他是觉得我们应该是可以帮到他的，但那段时间里面、他唯一不能确定我是因为我有跟另外两间的公司在那边 fight 这个 project， 连最后我去跟他们的 director 谈天的时候我只是拿 sneaky 的玩具给他看吧，然后就傻掉、他就跟我讲哇你真的你们公司不是只是做illustration 跟 character 吧、你连实体都有，然后他就很坦白跟我讲其他那两间他们会做，但他们还没有 transform 到玩具、对不起角色设计变玩具、就是变一个真的东西没有、所以最后我就拿下这个 project， 因为他是跟我讲以后他可能要做周边的东西、既然他说你如果懂得做 3D 你懂得有厂商帮你做，这样我直接找你我这么要去找别人做，是以后如果要他就觉得一条龙了，但目前还没有讲要出这个东西啦，我们已经做完了的东西还没有上、我那时候跟 Kevin 讲我说如果这个顾客又来找回我要出周边我就要他帮忙了、然后我就说、台湾跟中国那一块你帮我走就算一千咯，就是他帮我走那边的 production、然后我就开 client 钱，就变了我们、也可以帮 client 去开发做他们的 IP 了，对对、所以这一个也算是一个对我们来讲我们的 studio 两家 studio 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是我们的一个推销的工具，然后它也是在那边去 strengthen、我们的 studio 里面有的一些怎么讲一些工作的那个岗位它已经在那边已经 fix 了给我们、which is 我们不管我们会不会、就说不是不应该讲会不会我们该不该去 claim 自己是一个专做 toys 的就不需要了、人家都说哎，我、原来他也是会做这种东西的，是的，对我们来讲是双方的一个 benefit 啦。对对对，很好，就看得出那个铺路很完整的，就很多发展的空间了。
对，像 Kevin 呢 ，Kevin 品牌对 ，Kevin 你本身除了好像 Jay 讲他有他自己的，他想到的这个他的这个 sneaky 的功用是这个，你自己本身呢，你觉得这个 sneaky 还有什么东西吗？嗯，其实因为这些东西，其实 Jay 都有跟我做讨论啊。那其实我会在一些比较实际的面向，因为我比较接近就是生产跟就是、品管的部分，那所以还有包装制造的部分，所以说我都会跟 Jay 就是有比较实际面的讨论，就是说也许 Jay 是比较创造力或者是比较想象力的一个部分，那我的部分可能就是会跟 Jay 就是去讨论到说实际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对，那这个部分就是让我们彼此双方都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就是说玩具可以照着出，品牌可以照着跑，但同时它也可以符合我们的期望，就是成本不要过高，然后也可以顺利的送到每一个玩家的手上，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其实你说会不会有就是 Sneaky 或者是 Twentycents 有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我觉得就是在于这些品管跟包装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让我可以去建议客户或者是未来在找我们做设计的这些客户给他们一些比较实际面的就是建议。是的是的，对、okay. 那一方面当然就是客户他们都会希望说越省钱越好，或者是说越 OK 的价钱然后达到越好的品质，对，那这个部分就是我学到的一个部分，我也可以去建议客户他们怎么去走这样的一个品牌。 OK 对 Alright 我跟 Kevin 是没有，我们是没有计较也没有多讲的，就是我放给他，我就很放心去给他去弄的，我就没有好像今天会打一通电话，别人的东西讲了、啊，哎，你做到讲，其实不需要讲的，反而是 Kevin， 因为我跟 Kevin 有时候都会很急的，就是他也知道我是很急人，我也知道他是很急人，所以他会很快就跟我讲，老师，那东西搞定了，没问题。哎，老师，这个东西，对不起啊，因为可能运输那边运输有问题，然后中国那边小问题，他只是跟我讲这些东西吧。不会牵连到他本身的那个 professional 有没有做好，从来就不会的啊，因为我们毕竟都很熟了的了，都在钱财管理还是什么的，我们已经很熟了，已经到地步也知道那个流程是怎么走的，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撞到就是 COVID 吧，是 COVID 把东西拉慢，所以我们现在这段时间也尽量尝试去做很多宣传，只是很遗憾很多东西要真正拍照做很多很后置的东西呢，我们也没有特别去花太多钱去请真正一个团队去做，因为毕竟坦白讲你真正只是光靠卖玩具的话其实是不能养活的，很难，毕竟我们只有一个玩具包，你要做你就做到像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有一个 brand 中国那边叫是叫 Mat 吗，那一个他连锁店有很多玩具的Popmart， 那个什么 brand，Popmart， 对 Popmart， 你要不你就做像 Popmart 这样，你不做像我们这样，我们其实很惨的。所以我就讲，我们用另外一个管道去推去做了。所以你看到，那一个 IG 跟 Facebook， 你看到 Sneaky 一直会出很多，那些都是我们的 intern 跟我们一起做的。像 Kevin 所说，就是 Sneaky 来到地球的时候，其实是人类灌输了很多 knowledge 给他。所以这些我都给 intern 去尝试做，像 Kevin 也相信我的眼光去请那些 intern 进来做的。这样我也当然跟 intern 讲，我说你要进来 intern 呢，我就不会给你做那种很无聊的 project 啦。你都知道现在 COVID 期间很多他们要去找 internship 的工作，那些 studio 或是那 agency 都是叫我们一直做 social media post， 不是卖蛋糕就是卖榴莲，不是卖榴莲就是卖内裤啊，卖那种五三五四的东西，做那种好像 Shopee 那种 post，或是那种 restaurant 的，所以他们会很闲，我就讲不如你进来帮我，钱我们还是照给你，就帮我做一些很 interesting 的东西，帮我想一些 motivation 的 quotes， 然后帮我去做一些比较真的是很童真的东西，因为 Sneaky 本身来到地球什么都不会的，是你要 educate 他的，所以就会有一些跟人类有一些一些怎么讲，一些 conversation 的时候都在 post 里面看到，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只是一直讲这些，你会很闲，
那很明显刚才 Kevin 讲，因为 Sneaky 本身是外星人啊，也是算是 alien 的一 part 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就故意塑造了一个 Sneaky 版的那个 Einstein 出来，就是那个爱因斯坦，所以那个叫那个爱因斯坦每一次都会拿那一个宇宙的一个大百科来讲的，你去看他有时候会讲 Saturn 的这个星可能离地球多远，然后你知道都会有一些就是宇宙的那些 encyclopedia 的东西他会拿来讲的，就会变成我觉得这个 post 就没有这样显了，因为我不可能每一次一直 post 玩具 post 玩具 post 玩具换不同的 angle 换不同，因为我们懂我们的 variety 不多，所以我就跟 Kevin 讲，如果东西落在我的手上呢，我会跟 intern 讲你要做一些是不管是好笑也好还是什么还是尊敬的 post， 比方说可能打个比如讲，可能我们做到一个 post 是苏丹神乐的，我也是可以做的吗？都那些是 more respect 的，或者是 festive 也好，but 最主要他一定要 according 到可能有一些乐器他要做他可以照走，然后或者是一些跟一般的人很想要看的 content 我们都会去做，因为你要知道经营 social media 是不简单的东西，你的 content 要多，所以这段时间我不敢承认讲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 很多人，只是我们的 IG 都不多人的，当然我们有想过要怎么去推，可能我们还很新，但是我们也没有强求讲一定要达到什么数目了，这个顺其自然，因为毕竟玩具已经出来了，也很多人支持了，算是了，所以后续的都是要看我们接下来要怎样去走跟造化咯，这样子哦。所以好像你讲到后续嘛，这样你们有什么大计划吗？就是伟成你有没有？目前就是因为马来西亚的南部嘛，是南部嘛，就是有一个学院，他们有跟我们就是做一个合作，就是希望说把一些就是跟我们购买可能是一批 sneaky， 然后他们想要给他们的学生就是做创作，就是二次创作这样的方式，然后去做一个展览，然后就是可能跟 Twentycents 有一个合作的机会，对，在那边。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原本也是预计说今年要去跟就是台湾的一些厂商或者是一些单位合作，说要也是用展览的方式去跟大家见面。对，那因为也是疫情的关系，所以都是卡住了，这样全部打翻了啊。对对对。不然原本也是要邀请 Jay 来台湾，就是来一个联合的发布会这样子。本来我们有 plan 了的，因为毕竟我在台湾就是发展蛮久，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了的，说可以在商场里面帮我们做 exhibition 的。只是现在有几个东西就不卡，好像刚才 Kevin 讲在 JB 有一间学校。现在我们不方便透露先，因为这件事情是会做的，只是现在我们没有去讲。那一间学校已经跟我们定了，跟我们应该是讲买了50例，然后他是准备要给他们的学生跟外面在引外一些不错的 designer， 然后大家会 crossover， 对，艺术家设计师，然后会在他学院里面办 exhibition 的，有。然后像刚才他讲的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Expo 那种就是本来会在台北那边去办，要去 join 一些有点像动漫节这样东西办，到最后因为是 COVID， 我们是觉得没有人要去 join 的了，所以就没有咯。至于最后我自己在补充的东西就是说其实都有一些平台有来找我们，就是可能要去做比较大型的东西都有啊。这个是我最近也是收到了，就是说有新加坡都有一些他们要做展的，然后我们看到 Sneaky 很喜欢，他是想要那一个 section 跟那一个 period of time， 他要我的 Sneaky， 要我们授权给他，然后他帮忙做一个展都有。只是现在卡在那个边缘，很多东西都不能做，对方也不能 confirm， 然后他用多少钱 budget 全部都卡。不过这些东西我全部都会跟 Kevin 讲的。有一些是有人来找的，我就会很直接跟 Kevin 讲说那这个要你去顾一下，等我去顾另外一边，我们会分配咯。因为毕竟有一些要合作的对方，有些是真的是很熟的朋友来的，他自己看到他想要合作，那我们就做咯。如果是
来到比较大型的，看他是哪里代表，比方说他是台湾的一个品牌，哎，或是外国品牌在台湾联系到 Kevin 就丢咯。等如果是本地的、嗯、的 organizer， 不过是外国品牌要跟我们合作，等我自己就跟他丢咯。嗯，啊、所以 Sneaky 一出来的时候，在不同国家会用不同的语言去发表的。如果在台湾的时候，他、嗯、是走台，他是走中文的。如果是在这几个国家，像新加坡、我们泰国这些的话，全部都是英语的。嗯嗯、啊、然后我们卖的时候也是有讲、okay. 一些区域 Kevin 的货是给这个这一些区域的人买，所以他们是不需要找我买的、嗯、像我那个区域的人呢全部就跟我买这样子、嗯、因为我是觉得货我们是平分的嘛，也不可能全部都是我自己吃完或是他那边吃完，我都会我们都会很公平的、嗯、有一些再加上比方说如果对 20.1.5 比方说中国还是什么靠近的当然是叫 Kevin 去寄会比较好，因为我那边寄我有的邮寄费又贵，然后我又久，这样不如他那边先出货咯，连、嗯、我讲这样子会找一个平衡咯。嗯嗯，像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这个 Sneaky 跟其他的 Toy Designer Crossover 呢？目前就没有，不过以后不排除、嗯、这个可能性啊。嗯嗯嗯，因为我们也是真正要 Crossover 也是估计至少都要有三个玩具先会比较好，嗯，因为目前现在第一站我们已经找了、嗯、应该是讲 JB 的学校已经找我们合作了、嗯、所以我们就暂时没有特别优出一个叫做怎么讲，就是 designer series 的，暂时我们就没有、嗯、因为加上我们两个都很忙了，我要忙、嗯、我们的 daily job 都是忙 studio 东西多，他也是一样的、嗯、有时候我们都可能分分钟会把 CD 放一边，我们都会可能发生的，因为我们把太多希望全部放在 intern 身上了，所以 intern 把我们搞定就好。连、嗯、我跟 Kevin 就是出货咯，就是有人来问要买，嗯、我们就出货吧咯，这样子咯。嗯、啊、所以后面不排除这些可能性，把最主要都是要出了第二、第三支，我们再看、嗯、啊会怎么去做。是的，很好，好，很好，很好。OK， 就从你们的分享，真的是看得出那个 Twentycents 是没有改错名字了，就你们的合作关系真的是还是放 two dollars， 因为我都有想到一个问题的，本来那名字取的时候不能放 ringgit， 又对他不 fair， 嗯，然后放元放币对我又不 fair。有一个东西是比较 fair 的，就是 send 这个是很多地方每个人都对，是除了台湾人没有用 send 罢了。以前呢？以前有，然后现在没有用 send，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还是有用硬币嘛，我们还有一毛钱，嗯、他们的一毛钱就是一块钱嘛，我觉得还有硬币，这样就用 send 就比较 fair 哦。没有一个 constraint 讲我可以用你不能用，你可以用我不能用吗？所以 Twentycents 出来他都开心，我都开心讲 OK 好我们就走，因为我们两个算是那一种很立刻就可以下决定了的，我做 logo 给他看哦，他也没有意见的，他是哎老师这个 OK 哦，哎走。那时候他的 packaging 也是他给我看了，他说他要做这种结构，我看了哎可以啊走，我们就没有那种你给我想看，你给我再跟我再问一下旁边人，我们从来没有的，是除非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是像我所说，我都过不到我那一关，他也过不掉他自己那一关，嗯、那就没有办法，就可能要再讨论一下，嗯、或者是我们做 character、okay. 做 character 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两个都过不到自己那一关，嗯、那个可能要自己的时间。OK， 这样子呢？明白。那 ，OK， 就 OK 今天真的是哇，真的是认识了整个那个品牌跟那个 Sneaky 这个角色，嗯，就。大开眼界，就看得出你们的心思，然后那个 idea 全部都在里面，就很大的那个发展空间了。嗯，是的，对对对。今天真的是很感谢你们抽空出来，谢谢你们。哦，不会。第这个是我们这个全部访问，这个唯一一个是跨国的。因为那时候你找我的时候我觉得问我一个人不公平，对对对，因为始终这个牌子是我们两个人说两个人，对啊，所以我就讲哎、哦、就拉，对对对、嗯、就拉找你一个人就 10 cents 了、啊、对咯 10 cents 就不行了、啊、OK so for 观众如果要专注的话都是 Facebook 跟那个 Instagram 啦，
Facebook 就是 Twentycents、嗯、然后 Instagram 就是 Twentycents underscore my、MYTW Malaysia Taiwan 就是他们两个合作的那个从那个国家来的，就马来西亚跟台湾合作。嗯，所以、so, 今天真的很感谢 Jay 跟 Kevin， 谢谢两位抽空出来跟我们聊聊天。所、so, 以希望以后、玩具展还是什么的话，我们可以出国的话就去台湾去见一见 Kevin， 然后吃饭还是聊、哦、聊天。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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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Jay 也是啊，我们要没还没还没见面，还没真正的见面过吧。就全部都是网上的，对、哦、对对对，反而跟你哥哥见面比较多，我跟他哥哥见面比较多，对对对 ，so、嗯、这次感谢你们的时间了 ，thank you very much，OK，OK，、okay. okay, so, 今晚就到此为止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OK，、okay, 拜拜，拜。